到多年，深受众多粉丝喜爱。其中团员洋葱近期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受到热烈关注。九一先前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，洋葱特别积极健身，体重从86公斤瘦到7字头。另外，9/11/7出席金曲奖，身形也备受瞩目。之后，洋葱也贴出当天穿着西装的帅照，写下努力健身半年的成果，让许多粉丝大赞，瘦到一个不行啊！太有毅力，太帅了啦！而近日，知名造型师李明川也贴出洋葱过去和现在的对比照，并写下：“我有做过什么励志的故事吗？”引起许多网友纷纷称赞，肚子差很多，再瘦下去变成一艘了。Bye.